你好啦，你好啦，你好啦。你不讲，只一定要应该该做起来。来，你不话讲的啦，你好啦，你好啦。我变顺光啦。帮忙啊，你好啦。彰化县长王惠美与皮头乡长杜义采及多位民意代表九日视察浮潮路改善及万新排水护岸工程。那县政府即卖先整合咱所有的这个孔盖，包括咱的这个自来水台电，甲咱的这个相关的用路的部分，啊嘛要拜托咱的乡公所，针对这段期间来有可能踮遮要起厝的人，先该通知一下，先留一个部分出来，安尼后壁的时阵，咱都无要阁防污吼，安尼咱的路才有法度确实。使用了搁较久，阿嘛袂予民众一个概念，讲政府呐像常常伫遐做相关的浪费哈。浮潮路从斗院东路口至浮潮路498号北侧为止，路面已呈现老化、龟裂、下陷、标线不清等状况。改善工程长度1.4公里，宽度约5.5公尺，总经费385万元，预计7月上旬完成。随后，一行人前往视察万新排水护岸工程，总长度22公里。自106年起，即分段予以改善。那万新排水的长度有22公里，那经过咱的鼻头，后经过丰原甲丽林哦，那会使讲是咱南中河最重要的一条排水。那为1906年开始，咱就分段来开始做改善。那顶年都有改善到197公尺，开掉1200多万哦。那今年到这个路口大概也阁有这个80公尺，咱用县政府的这个款项440万左右，先来给完成。那除了咱的这个提花做好以后，连路面都会进行改善。那按算大概是伫6月的时阵，就会开始来做相关的这个施工哈。那当然，地方也阁有反映讲后壁到五条啊这个部分，阮会先阁进来给咱的这个水利署做清楚。那希望讲逐段的把咱的万新排水哈，啊，甲一段一段甲完满起来，啊，让咱有阁较好的这个生活品质环境，啊，有好的这个防洪排水效果呢哈。啊，感谢咱地方人士，大家对地方的关心啦哈。啊，咱共同努力，让咱环境较好，让咱地方阁较进步哈。万新排水护岸工程今年动用县府款项440余万，完成上余的80余公尺工程，确保防洪的功能，保障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公益频道许维珍皮头采访报道。